这个就可以。啊，是因为他飞走吗？对对对对对，是因为他飞走了。就是拿弓箭能量的，他就是一个拿弓箭能量的哈。容易中奖，这根本就是迷信，好不好？怎么可能啊？英文你也信？さあ、先に進みなさい。保险跳容易中大小啦，我怕，我还想说，啊，没办法回去了，好，那么恐怖。对了，我应该先去找瓦斯的。敢白痴啊！我来认证一下，为什么保险套不容易中？
先去升一下好了。我的弓箭。啊，卡拉王国啊，哦，这样有。やまい。待ってたよ。我头也可以升。巨斧怎么看起来那么无趣啊？九级嘞、欸，竟然！哦，没八啦，我错了，我错了，这再升就九级了。我也是看不是很懂数字到底攻三小，这不是猜中你所想什么东西啊？一泊，いや、四季の森ってとっても面白いところだったな。だろ？そりゃオイラが食いしん坊になるのも無理はないって話だよ。食いしん坊なのは認めるけど、四季の森のせいってどういうこと？四季的食物都很湿。四季の森はね、その季節ごとの森がいつだって旬の食材の宝庫なんだよ。なるほど。冬に脂が乗る魚とか、春に実る果物とか、夏や秋も美味しいものがいっぱい。はあ、思い出すだけでよだれが。僕なんか話聞いてるだけでよだれが出てきちゃった。そうだろそうだろ。ふう、今はそれどころじゃないと思うんだけど。はい、そうでした。两个贪吃鬼。来看看有多少王。还有五只王哎、欸。哎，得到你想什么都不是普通人这样。有啊，刚存了。复制贴上，复制贴上就好了吗？啊，中200块，还要写资料？我要写在发票上面啊！哎，让人。不，你就知道我没有中过发票。哎，阿狗怎么要死了？干 ，Why？ 阿狗刚刚不是还睡过觉，为什么又要死了？阿狗怎么要死了？
因为我没有中过，不是如此简单。真的没有中过，也是啦，我也有 我基本上也是丢给我妈，可是我自己对的时候真的没中过，大部分丢给我妈。家屋那个 UBG 比赛，高兔拿第一耶，好扯哦！我冷气开24度太冷，能开25度。16度，你是要多缴多贵的电费啊？你有种夏天这样搞？一个半小时4级好像有点少，呵呵。时间过好快，好可怕哦！时间都被自己偷走了。看来照这个速度，看来我可以，我应该是可以靠这一款知道。到这边关台了。好，刺客教条，妈的！我是说重置版那一款。竟然！哈哈，也没错，他也只有17宝，我觉得好奇怪啊。
温20度，好像很爽哎。さ、那个さ，你被我打断。但是上书会把我惹蛮奇怪的。这样不是十二点就已经99有点想买，把朵子杀小。雾盖你的报告结束这学期。干，怎么我换到哪一个就中状态啊？他妈叫土哦，搞死！你身上剩26块。快到底是冲阿小用的，跟同学借洗发精什么一个道理？农夫才高，我是有看到有人在后蛇的啊，我觉得有点傻眼。啊？买苹果手表，
干果迷打我，干！果迷打我。我猜他怕冰，大概吧。没错，就是，看起来挺火的。干！不要，急得气，还在急，还在急，七级，丢丢丢！干急太久，然后打343到底能夸小？礼貌取巧是怎样？没用过，是吗？我没看到，他是用眼球打我，获得标，哦呦，标枪武器，多了一根，这是什么？那里什么都没有。越嗨扯，哇！这个怎么超自然震动啊？小熊真的是民国81年出生。大家遇到吧。看来这里又有一只王。东西啊。海草舞，那小啦。小熊大我一岁而已，月啊！
巴哈姆特又来，未看先猜，怕逼，赶过来。哦，对哦，因为你考零七二零哦，对哦。对哦，可是他跟我不同届啊，他真的大我一届。就我在文化的时候，他也在文化、啊，我都不知道哎、欸。也是啊，怎么会知道呢？怎么说？冲完就表示他小了。好，我要获得什么武器能量了呢？全套武器能量，所以现在就是把还没八的补到八吧。靠北，好像很潮啊，那个手表。是那个全套，好不好？用一些平常不会用的魔法。聊天你是干，我说不要。不要。さ。然后那个海豹脸，好笑。谢谢哦，谢谢哦，干！还好刚好记录。装备游戏体验。我就是要这样，我就是他们要这样。魔法攻击真的不高，就是二四二有打比较多一点。等一下，我冰可以打多少？结果我用冰打他比较痛。再看一下。
看游戏这么害怕。他现在躲掉了，不是你是别躲啊干。死吧你。你在等什么时候会错误？干！不要等这种东西啊！赞叹 S 一，哎，爱 DMC， 有吗？我有特别什么演绎吗？剑快要到期了，不喜欢插入。天子圣杯了，哎，看哪里是哪里啊？
看看你老师，太痛了吧，吧。まだやれるわ。反正怎么火锅打特别打特别痛啊？他魔法师吗？你要说那个超进入也是啦，好不好？六个月惹最近都没时间看台费尔飞神。的六个月订阅，好，我们打死他来干。这屁啊，这打不到啊。赶路的时候可以用，比如说我刚如果回去的话，砰砰砰砰，这好痛哎！
一下招式好了。狂放招了不？我很少在放的，现在都放一放。open 奖是怎样？四四赫兹，我的荧幕都没那么好哎、欸。限能量。前 Seven Even 出了啊？真的假的？红海做的，是哦，我不知道哎、欸。良率不佳，太惨了吧。好痒哦，这没练好痒哦，笑死你丢过啦、啊，没有，我现在那个冰痛啊，240几吧。
我竟然还没锻造，应该不行上去吧。嘎，好痛啊！有练的狂丢，没练的没练，没错。看看，看起来就是怕土啊，是不是？但我没有练。只是最终王之前的小怪而已。一下吧，现在如果走上去的话，他就要结束了吗？我觉得这也很好练欸。多出一只鬼魂啊！
察失去意识是这样。打错字了啦，不是要打那字啦。哦，默默升级嘞，他不是三吗？没干，你怎么不死啊？你就会死。嗨，焦兔，恭喜你今天第一名哦！杀人兔，抽冠失去意识，靠北哦！有啊，我看了一下，刚吃完饭，然后回来看。我打错字。我真的打错字了吗？而且你还在那爆嘞！主台就还没有看到你吃鸡，你就说你吃鸡了。我都爆了一仔。有啊，我就说你是不是马扁，结果你就吃鸡了，干。就快失去意识也不用当双眼，靠北怎么听起来很严重啊？怪怪的。讲一个字嘛，对不对？没有什么特别的、啊。各自讲各自的啦。干你老师！嘿！
只讲了一个很惨的字啊，怎么了吗？闯过去应该不会怎样。应该吧。应该不会就不能来了吧。我走啊。什么都多啊！我好想要那么有钱哦。屠龙剑，吃旧者，巨龙之。不要练这些东西好麻烦。雕斧头跟爪还没，那有几个吧？后面还有几只王？物价还是万起跳是怎样啊？干，不要一零度啦，靠腰。火の神殿に住んでた。一泊。ねえ、ちゃんと記憶は戻ったんでしょ？まあな。なら村での記憶も戻ったわけよね。今までの暮らしとかどんなだったの？僕も気になるな。記憶が戻っても生意気なのは治んないし。態度はいつも嚣張。生意気って失礼だな。そりゃもうオイラは真面目も大真面目な。